凡是曾去过新发地批发市场或与其相关人员有过接触的，必须进行全面核酸检测。各类农贸市场、餐饮、食堂、外卖、快递、物流等人员必须全面进行核酸检测。中高风险街乡医务人员、防疫一线人员和交通、商超、银行等服务领域人员必须全面进行核酸检测。